756年7月15日，唐朝马嵬之变，杨贵妃去世。194年7月15日，俄国作家契科夫逝世。1949年7月15日，工人日报创刊。1966年7月15日，日本初代奥特曼首播。1968年7月15日，电影艺术家蔡楚生逝世。